拿过来，卡洛真乖。哎，就啊。吃饭啦。嗯。来，全素的。动物脂肪和蛋白不好代谢，会对你的心脏造成负担的，你不适合吃那些。自己玩吧。我其实不是特别饿，要不你吃吧。刚才你又放了沈红，原因吗？你说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他毕竟是我叔叔。但恐怕他没想认你这个侄子。对了，爷爷让你请假回家一趟，我送你。什么事儿？他知道你昨天住院的事儿了。他怎么知道的？我说的啊。你说这个干嘛？你非得让他老人家担心吗？那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做让我们担心的事儿？行吧，见。韩律师，你走，东西买好了。走吧。好，我先去忙了。你去哪儿啊？我有点事情要处理。改下时间。改不了，我自己会去看爷爷的。就这样吧，拜拜。卡洛，走了。我好像很久都没跟别人道歉了。我又没说我不去道歉，那么激动干嘛呀？行行行，我知道。他怎么又来了？你别说话。哎，别说话，别叫。哎，人没在，去哪儿了？挺巧啊！你可别骂我了，我今天一天都够倒霉的了，你饶了我吧。我带卡洛来看病的。看病？卡洛，来吃一点。他在家怎么不这么吃啊？有那么难理解吗？人都爱吃更好吃的东西，更何况狗。你知道我在家给他吃的是什么吗？不管是什么，事实胜于雄辩，他就是更爱吃我做的。好了，他没什么问题了，你可以带他回去了。
一共205克，给你抹个零头，算你30块钱，怎么支付？扫码。下班了，机器用不了。刷卡呢？刷卡机更用不了。你开个医院，结账都结不了，你开什么医院？结账都结不了，你态度还这么强硬，那。我个人支付给你吧。我没手机，你忘了？昨天在你骂我是偷狗贼的时候，它摔坏了。是，所以我不行，我不能放弃。卡洛，加油啊！卡洛，卡洛，卡洛醒了。你是当年救卡洛的那个人？是我。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还记得当时你在我们学校特别有名吗？所有人都拿你当榜样，我也一样，所以天天把这支笔带在身上。但是现在我不带了，我也不想要了。因为我没想到你是个不分青红皂白用流浪猫狗赚黑心钱的人。还有，钱我不要了，30块钱算送你的。狗也很健康，你带它回去吧。还有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哼，跟你主人回去吧。